女明星假吃翻车哪家强？欧阳娜娜在节目中喝苹果汁，嘴唇都没碰到，就连还好喝。年纪就可以喝苹果汁，好喝，很好喝哎，还是很好喝哎。也不知道是果汁烫嘴还是什么，吃了个寂寞。还有杨子，这个才好吃呢，等一下要不要尝一尝？很香的哦。高晓彤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吃水饺的视频，整个过程都没有一点吞咽的动作。里面还有辣根蒜，这个饺子特殊就特殊在里面的肉啊，好吃，再试一个啊。毕竟依旧不一样了，虽然不是假吃，但最够让人无语。只能说一句，咱真有必要吗？